来，我问你啊，等一下，我问你，那个最高的这个六十多块钱哪一颗是你的？不是啊，不是你的，不是啊，那个推特号可是你的，什么？推特？这个推特号是不是你的？我就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号，从来没听说过。今天是我叫你，今天我叫你父亲过来的，我们跟你父亲平时也保持沟通，你可以对我跟你通话这个过程进行录音录像，没问题，好吧？但是我明天我就告诉你一声，我在找你父亲，啊，好吧？你可以录音录像，我明天告诉你。而且你今天我跟你讲，你那个推特发的那些东西是绝对不可以的。你回国之后马上来找我们，什么事到公吗？安局来。有什么事吗？英国什么时候回来？啊？那我不知你签道。证是到什么时候？不知道是吧？对啊，签行，证我快，马上跟你父亲再聊聊。签证快到期了吧？我马上跟你父亲再聊，就这样吧。爸爸。不是你这找我又找你来什么事啊？没什么事，不是，那这次找你来干嘛没什呢？么事，我又说了那个号咋不的？是，我又说了那个号不是我的。再见吧。